往左20度，快！ 蓄洪，他们的反应装甲太密集了，往左急转，发大自然带。 队长，冷却系统被打坏了，车开不了多久了。队长，前面有沙尘暴，加速冲进去啊！正好让风场掩护我们。 徐红，我们的炮塔被打中了，不要让他们锁定。徐红，我要用你的移动方向代替设计角度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小南，我们俩需要换一下位置，手柄上有一个按钮是放炮的。 我让你放炮点按下去，我去接你。徐红，用我们的反应装甲接他一炮。待会儿你先往左急转。 再往右转，你听我指示。徐红，往左转。右转。 队长，我去解决他们的坦克。许红。